初夏的时光终于杀青，据传男女主和韩立锦在剧组期间关系亲密，难道这对剧中组合要变现？今天我宣布咱们初夏的时光正式杀青了。就是有请韩哥和小锦一起呢表演一段咱们剧中的高能情节。都说第二颗纽扣是距离心脏最近的位置，哪有这段？这是我的心，你要好好保管。有这段吗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葡萄汁儿不好喝吗？怎么走了？这有点吵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不好意思，干嘛去啊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走？怎么了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不是说好我送你吗？好啊，那你今天教会我怎么骑？可以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上来吧。骑电动车呢，首先要腰板挺直，肩膀立起来，头摆正，目视前方，再戴上头盔。走吧，出发。明明刚刚还在生气，怎么现在就气不起来了呢？